月七号呢，我们的见面会的预告啊，我们的题目也已经定好了啊，这次是一个联合的演讲啊，我跟这个立伟老师啊，在台北科技大学以前的台北工专的中正厅啊，我们的下午2点到5点啊，3个小时的演讲，一月七号哦，啊，我们的题目叫做真理不需要你同意啊，从免疫系统谈起。大家好，我是蔡可周医师。自从2022年5月1号确诊 Omicron 以后啊，身体经历了长达半年的后遗症之苦啊，全身起疹子啊，肚子胀气啊，肌肉酸痛，容易疲劳，脑雾啊，我重新整理的。啊，对新冠的思维也认清了自己要怎么样清理自己与身体。那下班以后呢，要整理家里啊，祷告，我也祷告啊，洗净灵魂啊，充电我自己的灵魂啊。房子是我们家的容器呢，身体是灵魂的住所。从医学的角度，我发现呢，只要认真的啊运动加休息，就能强化身体的发电厂，就是这个粒线体。那增强代谢率呢，变得年轻呢，变得更长寿。但是如何让细胞在有效的时候顺利的代谢病毒，在休息的时候净化中毒后的身体啊、哦，这个东西呢，就跟断食有关。所以2024年1月7号，就明年的1月7号的这场演讲，我将和养生专家陈立伟老师的联合讲座，在公开的各种疫情副作用的真实案例，如何透过短时间的专注充电你的粒线体，以及现场操作活化免疫系统的运作，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官震撼的体验，以及简单有效的功法，轻松可以带回家，让我们的细胞回到新的容器，重新体会赞叹造物主的奇妙。很感谢神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宣布这个消息。那我广邀各界的好友，特别是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，有箭头杖啊、哦，有经验的朋友可以带来啊、哦，跟大家分享到现场啊、哦，不是只有听我讲啊、哦，你可以把箭头杖带来，跟大家一起切磋啊、哦。想了解天然治愈力精髓的朋友啊、哦，自己或家人受到针剂的副作用之苦啊、哦，或者你不常在家下针的朋友啊、哦，想追求大药厂以外的观点以及治疗方法的朋友啊、哦，欢迎大家现场来分享经验啊、哦、期待呢与你的当面谈论啊、哦，这个是在这边特别邀请啊、哦，全世界的亲朋好友啊、哦，这个 YouTube 前面的观众啊、哦，我们。真的要办一次见面会啊、哦，期盼大家能够来啊、哦。好，那报名的连结在这上面啊、哦，请QR code 在左边啊、哦。那联合讲座呢，单程的门票是780元，并不便宜啊、哦。那我们会预赠啊、一本新书，我们2024年的新书啊、哦，叫做《真理不需要你同意：从免疫力到免疫的苗》啊，售价是450元啊、哦、的新书一本。所以你订票一个人进来，我们送一本书。那你如果说想要3个人一起订啊、哦，是只要1288啊，但我们只送订票人一本新书啊、哦。很希望能够大家一起来啊。哦邀请大家来参与啊、哦！真理不需要你同意啊、哦！从免疫系统谈起。